也非常的俏皮，叫《农村曲》，在座的所有好朋友们一定都有听过。这首歌呢，它是三段同一曲调，但是三段所说的故事都不一样哦。第一段是泡炸就出门要去耕田了，第二段是你淘恰雅雅要快点避孕哦，快点拿午餐出来吃喽。那么第三段是要很晚才能回家。那么其实呢，我本身也是种田的人，所以我非常了解农村曲那种辛苦的感觉。像今天中午就非常的太阳就非常的大哦。那么现在呢，要再次由我们坚强的阵容北安宫的团队来演奏这首非常辛劳的农村曲，掌声，谢谢。